那刚刚讲到那个有关万用解码器啊，记得那个有 KLine 这个跟这个都可以，你把它下载之后解压说哦，装完毕之后，它当然会帮你在你的程式集里面会有一个 KLine 这个 peg，然后里面一样会提供给你的播放器，所以你这个播放器啊就可以拿来播放大部分的影片，应该都不会有问题，大概90%啊都应该都可以播放没有问题的哈。那可是呢？刚刚同学有问到，就是那个少部分哈，至少大概我知道的大概至少2个，因为这个 KLine 它没有办法直接把它包进来，为什么可能会有专利的问题或什么问题哈？其中有一个就是 Apple 的那个，只要你用 Apple 的装置哦录下来影片哦，那可能需要有个叫做 QuickTime，好 QuickTime，那这边有一个它的解码器。不过呢，它没有办法直接包在里面，那必须要额外安装。所以，如果你是 Apple 的爱用者哈，或者是你是用 Apple 的相关装置的话，那你必须要额外安装，就是这个叫 QuickTime 的一个解码器啊，这个要额外安装。安装的方式非常简单，下载安装就可以了，反正下一步就 OK 了哈。第一个啊是 Apple 的装置，第二个是有关那个 Real。比如说像什么 Real Player、Real 的相关的那个格式，像什么 RA，哎，那个副档名哦，叫什么 RA 或者什么 RM 或者 RMVB 等等的，有一些相关的这个格式哈，没有办法把它包进去，所以这个可能要额外的去安装哈。这个是 Real 的解码器，那这两个是它没有把它包进来，所以第一个有关那个解码啊，基本上哈，这几个都装了之后的话，这三个装了之后啊。大概应该99%以上应该都可以解了，应该也没遇过好像没办法解啊，没办法解，这个没办法播放的问题了哈。所以基本上呢，装了之后大概就应该就 OK 了哈。再来就是要剪辑，那怎么样去做那个一个影片的剪辑？像我们下载之后的那个影片，那剪辑的部分有分成，就是用工具剪辑，像这边有一个那个快速剪辑工具。那或者是这个工具哈，也是这样可以把它下载。这个下载应该没问题了，你们等一下试试看。刚刚那个版本有问题，那这个应该没问题哈。把它这个地方把它解，一样把它解压缩出来。按右键哈，解压缩至这个了哈，解压缩至此，或者是那解出来之后的话呢，它会安装。这个是要安装哦哈。安装的方式非常简单，一样把它打开来 ，NES 哦。I accept 哈，然后 next 哈，然后就把它装下一步 install， 这样就 OK 了。然后装完之后呢，就是直接 launch 它哈，就是把它执行起来。那执行起来之后呢 ，OK， 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它的使用方法非常简单，就是直接可以怎么做呢？我教过一个简单的方法，就拖拉。那比如说我刚刚已经把影片下载下来，下载到哪里呢？我把它下载到桌面上，像刚刚各位可以看到，那我的影片哈，基本上已经把它下载到这个好了，别把钻石当玻璃珠，有没有？那如果我要剪辑的话，很简单，把它拖拉过来，放开之后的话呢，哈，这个时候呢 ，cannot play， 那这是解码器问题，哎，这个等一下再来看哈，啊，基本上。理论上拖拉过来应该是可以播了，我看可不可以播？哎 ，cannot， 那这个解码器问题哈，可能要解码器再重装一下。也就是如果你可以播放的话，应该都可以剪辑。啊，请各位先把这个剪辑程式把它装起来。那这个地方的话哈，至少有两种剪辑，一个是利用这个软体剪辑，另外第二个方法是什么？直接先传到 YouTube 上去。YouTube 云端上面就会有个剪辑工具了，哦，两种方法了。那当然，两个如果你可以视情况看哪一个方法你比较顺手哈，哦。OK， 那这个第二个方法的话就是哈，我们等一下会用到云端的，所以哈，请各位等一下，请要先登录你的 Google 账号啊，哦，比如说你登录 Google 账号，那因为我 Google 账号好几个，我随便登录一个，看哪一个，好 OK。那 OK， 好，登录之后的话呢，哈，
它会出现两阶段验证哦。OK， 那我的习惯是会那个把简讯会传到我哦。啊，建议你们以后使用 Google 账号要启动那个两阶段验证比较安全。它会传一封简讯到我的手机里面，那我必须要把它打上去，这样才会启动你的 Google 账号啊，这样比较安全。那以后如果你常用的话，这一步就是不用验证啊。如果说你不常用，只是用一次的话，那你就不要打勾哈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就已经登录你的 Google 账号，接下来的话呢，才能够去启用你的什么 YouTube， 因为 Google 账号跟 YouTube 账号两边是连接的，也就是说你要先登录你的 Google 账号，才能够登录你的 YouTube 账号。那等一下就是说，我们一样可以要把那个影片传上去，那传上去之后可以用云端的工具来做剪辑，因为云端其实已经很丰富了。那首先的话，你进来之后哈，它就会自动帮你做连接。但是呢，如果你今天不是你以前没有连接过的话，它跳出一个讯息，要你要不要连接哈。那如果说你连接完之后，你可以看到你的右上角就会有一个小图示。当然，如果说你完全没用过的话，这个图示一定会长这样子。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哈，你也可以改一个画面，改一个 icon， 就用你的照片或什么的 ，OK 哈。那等一下会教各位哈，如何使用这一个 YouTube 哈，帮我们做一些事情。OK，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，试一下。